凝望白酒魚，白粥咁多酒，為你搜羅城中熱門話題。首先有華姐及打響十人營，為中橋奇英送上馬年祝福。跟住有溫哥華 Lunar Fest 嘅熱鬧情況，仲會為你介紹多倫多家庭日活動，同埋湖濱中心嘅溜冰節。總之每個禮拜約定你，星期日晚上7:40，凝望白酒魚。